嚣的生活需要音乐洗涤不安的灵魂。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音乐视频。刀郎作为华语乐坛非常有实力的歌手，他的很多歌曲在如今都非常火。虽然他现在已经退出乐坛，但是他的热度在很多年轻人中都非常高。刀郎的歌曲大都是根据真实事件所写，像是这首传世佳作《西海情歌》，就是根据流传在西海的一段爱情故事。刀郎在听到后非常感动，于是写下这首歌。沧桑沙哑的嗓音非常感动人心，一开口就让人深深地沉醉其中。好听的歌曲总是被翻唱，如今这首《西海情歌》更是火到了柬埔寨，一位柬埔寨美女就翻唱了这首歌，深情高亢的嗓音非常好听，声音一出就是王炸，歌声中更是有种相同经历的感觉，不得不说这嗓音丝毫不输原唱版本。视频最后我们一起欣赏一下吧，喜欢的小伙伴记得点关注收藏，我们下期再见。